你爹的心又想来伤我的心，你以为我没有心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打鬼子的兵就不是人？我是人，是人就有心，有心的就有情。我真是看错了崔九儿了。你知道你爹临死前在鬼子的营房里跟我说什么？你肯定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听着。 八路军九纵根据地，军人大会，挺好。那号码，这开的可不是庆功会，是批判会。知道。部长，这个晚上给你的，说照这个念就行。跟政委道一声，说辛苦。 咋，不撵脸？撵啥呀？撵不就等于认错了吗？啊，那还不认啊？认呀！武力团最近可能折腾了，这回捅的篓子可不小啊！看吧，看他李大本帅今天咋唱这出戏。 今天这个军人大会是专门为武艺独立团所犯的错误而召开的。我们的目的是教育该团，警示各团。请同志们认真的听，认真的记，回去以后要如实的转达给各部队。通过这次教育，我们就是要让下面的同志引起注意。下面有。
我们独立团的政委张六京同志向大家道歉。 同志们，首先，我代表独立团向大家道歉。独立团违反了军纪，我作为独立团的政委，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听说独立团违纪的事，就是他怎么汇报上去的？那不是窝里斗吗？这往后还咋处呀？王牌部队出来了，是不一样。站在这儿，我以一名八路军军官的身份向大家保证，独立团。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违反军纪的错误，请大家监督。好，下面进行大会的第二项内容，由独立团团长李大本事向大家做深刻的检查。 李大本事，团长呢？交到他身上，我哪知道了？这儿呢，来了。 检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吧。是。同志们，咱们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经过司令部首长对咱的批评和教育，我已经深刻的认识到咱错误的严重性。为了表现咱痛改前非的这个决心，特意给同志们。 还有首长们备了点东西，拿上来。同志们，这都是嘎嘎新的新军装，特别好的棉花纺的。 穿在身上呢，舒服贴身，冬暖夏凉，全是好东西。李大本事，你个铁公鸡，你还腰疼？拿这点衣服糊弄谁呢？大伙连个线头都分不了。谁铁公鸡呀？这都是样子货。咱派人已经回团里边，正大车拉去了。我保证，在座诸位，还有首长们，人手一套。这里大洋海成了土财主了。 李大本事，你搞什么名堂？你以为这几条军装就能掩盖你的错误吗？首长批评的是。同志们，就是咱还有错误。咱让手底下的兄弟到县城，抢这个钱号，但是咱抢的都是鬼子的军票，老百姓的财产纷纷没动。我就是想请问在座的同志们，那鬼子军票。 放在诸位面前，你们抢不抢啊？不抢是傻子，抢是傻子，是啊，还是了。所以呢，咱就用抢的鬼子军票，战士们穿在身上，那一个个就跟下了三只小老虎似的，打起仗来嗷嗷叫。咱不能光动嘴皮子上的，咱还得有点真材实料。对呀，李大本事，你以为这是给你庆功的啊？ 就算你抢鬼子的军票有道理，那你收老百姓的地租，怎么解释呢？政委，您别着急，我这就说后面的事儿。大佐们，有。来，同志们，这个呢是我们团下半年的伙食计划。 上半年战士们连粗粮都吃不饱，下半年细粮、管饱。哎呦，红姐姐。
我们把地主的地分一半给百姓，只收一点地租，剩下的一半地，我们自己留着，我们再用地租雇老百姓来种地，种上细粮，这样百姓又不用交军粮，而且还从我们这里能赚上钱，我们的战士们还能吃上白面馒头，这可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同志们呐，鬼子顿顿都吃白面馒头。 那是抢咱老百姓的，只要能打胜仗，咱就得吃饱了饭。所以呢，咱就违反军纪，当上这二地主团。不怕大伙笑话，咱就琢磨，等把鬼子打跑了，咱就让咱的父老乡亲、爹娘、媳妇、儿子、孙子顿顿都吃上大米白面。好！政委，独立团虽然违反了军纪。 但也是为了打鬼子，也能够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不断提高战士的战斗力和战士的精神面貌，是延安方面对我们一线部队最迫切的期望。从这一点看，独立团还是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总之，咱的错误是严重的，我要感谢首长和同志们对咱的教育，请同志们和首长看咱以后的行动吧。 好！李大本事，这都穿新军装了啊！你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还套上旧的呀？艰苦朴素，咱当团长的得起好带头作用。行了，你这个舌头比机关枪还厉害。 硬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右的说成左的，把没理说成了有理了。你啊，不是，三爷，你看您这话说的，不是说成有理了？咱本来咱站着理呢，你还嘴硬，把检讨会都开成进攻会了你，别以为我不敢枪毙了你。您舍不得，要比早毙了，九条命都没了。<笑>二位首长，您新军装这都送来了。 要不二位首长穿穿，看合适不？你少废话，我看见你呀，我就得少活10年。那不能，您见着我心里头乐呵，活100岁。好了好了，我说两句。刚才我和几个常委研究过了，咱们今年耕基地的粮食比较紧张，你们这个租地行为啊，只限于今年，是，明年一定要撤。是，明年上级会给你们开发口粮的。 要注意言行。是，不要穿着军服不干当兵的事儿，那还怎么当八路军呀？二位首长放心，明年指定不这么干了。那个，还有个事儿，这不都庆功会了吗？您看我跟算盘这处分，是不是给撤了？那还想撤了啊？听听兄弟部队是怎么说你们的，二地主团，这两个处分呐，你们背着吧你们。 二地主就二地主呗，是吧？反正咱就记住二位首长的教诲，打胜仗不给二位首长丢人，不给你们丢脸。行了行了，别耍贫嘴了。我说二位首长，你要说非背这处分吧，那咱也就背着了。反正呢，独立团这刚成立，团长是吧？副团长背个处分，这独立团这士气可肯定就没了。这处分你要不撤呢？ 我是指定回不去了，我就得在这儿待着了。我吃你们的，喝你们的。独立团，我那伙子人就仨鸭子仨眼了。成了成了成了，李大本事啊，你整个一个滚刀肉啊！你躲远点啊，我看见你我就烦得我。<笑>那二位首长的意思就是处分撤了。<笑>二位首长放心，咱再打胜仗，保证说二位首长一人一只撸子，啊不，全班撸子。 我把你个李大本事！走啦，走哪个的手？让你送你送到大门口。 唱挺好，再来一个呗。来就来一个。哎，哥哥哎，多
俩团有了一两哎，兄弟们咱吃饱肚子儿哎，小妹没完不留着你，叫你哥哥莫回头。政委啊，这个粮食一足，丁副团长呢胡唱几句，甭当真。另外呢，宋元说了，批判会变成庆功会，哎，咱独立团呢，你记第一功。姑娘现在出来了跟谁出去的，这老陈也太有福了啊，你说咱俩都没这福啊，都是啊，都是往哪儿看呢？哎，你怎么来了？抽烟对嗓子不好。给你的，这什么东西？清火的草药，喝了治嗓子，败火的。谢谢啊。我不喜欢你对我说谢。那就不谢了。嗯。我爹让你照顾我，那我也得照顾你。我有什么可照顾的？就得我照顾。你现在最关键的，赶紧把病养好啊。等到胜利的那一天，胜利了以后我也要好好的活，活很久很久，和你。司令部からの増援で兵力は十分しております。だがもし八郎君は最初に情報を取って過去す防止のために我々の部で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兵力は多く、また中華団兵器の配備につれていかに我が部隊を隠すか難題となった。はい。中国には古い言葉がある。大隠隠于市场。皇軍たちに、中国の百姓たちに溶け込まそう。何ですか。いちいち説明させんのか。はい、私はすぐ兵士たちに航空軍の工場に変われ。藤田、てめえがなぜ俺のそばにいられるかわかるか。てめえが寺内より賢いからだ。三条、褒めてもら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は頑張ります。部隊を分散させ村ごと疾走しろ。敵の我々のカルジル神秘を利用してトラップを仕掛ける。デストラップだ。二狗子，我兄弟正在八路，你们还敢抢粮食？紧呗，开门，鬼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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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人に見つけたないか。はい、ないで。やった。おい、行くや。 小花，走，带几人看看还有没有活的。是，跟我来。走。这帮败家玩意儿，又尿尿，没两脚，呛了事儿说，还他妈漏嘴。 这里都是尸首，政委，小鬼子欺负他老百姓，连狗子他妈成精了，三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该死的黄血军！打，打谁？打黄血军！同志们。 咱们独立团的实力远远强过于黄学军，这一仗要是能打下去，能替乡亲们报仇，能缴获武器弹药，说不定我们能拿到番号，主力部队的番号。呃，有个事儿先得弄明白，小鬼子啊，俩月没动静了，王八趴窝不出头了，怎么就敢？ 派黄协军到咱的地盘上杀人放火呢？没错，这小鬼子呀是特别喜欢拿黄协军当炮灰，很有可能是个圈套。我说你们怎么了？是不是都被鬼子给打怕了？扯淡，谁怕谁是孙子。作为独立团的政委，我提议。 关于对黄协军作战一事，采取党内表决制度，请在座的……等等等等等等。既然是党内表决，那我先回避一下。打不打，跟我说一声。好了，请在座的共产党员同志举手。 团长同志，你是不是党员？是预备党员，预备好些年了。真没想到，堂堂一个独立团，党员居然这么少。团长同志，你作为军事主管，算你一个。我们四个表决成员，同意对黄协军作战的，请把手举高。 怎么都蔫了，同志们！我再次提醒大家，这次可是我们削弱敌人有生力量的大好机会。你们想想那些被黄协军杀害的百姓，我希望在座的共产党员能带头发挥顽强勇猛的作战精神，拿出点勇气来替乡亲们报仇。别在这给我当缩头乌龟！俺不当缩头乌龟，俺要给乡亲们报仇。你们再想想。 那些被敌人糟蹋的粮食，多好的粮食啊！咱们的百姓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就这么被他们抢去了。你们再想想我们的战士，我们的百姓吃的是什么？天天跑到山上挖野菜、挖树根、刨树皮，你们就忍心看着不管？打！打这帮白小孩！ 政委同志，团长同志，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党内表决制度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根据刚才的表决情况，也就是说，不管你同不同意都无关紧要。我也相信团长同志。
一定会支持我们这一次的作战行动。同志们，我们这一仗是打定了。本次的举手表决过程，我会写入会议记录，作为档案封存。好了，散会。 我哪看不懂啊？这有啥看不懂？你能看懂？这儿有个口，看见没有？二狗子从这儿进来，咱往这儿一堵，死了。小姐，跟。俺说咋看不懂呢？哎，现在那口在哪儿呢？老陈，你给我撂句实话，这仗咋打？ 问你话呢！哎呀，咱们现在完全依靠老百姓来描述敌情，失去了主动权，只能看运气了。运气不好咋办？抓紧进攻！政委同志，等等！你咋还没上去指挥部队？侦察连都出发了。 我这眼皮子突出直跳，让大部队先等等，派几个兄弟进村摸摸情况行不行？半个时间前，乡亲们来送信，说鬼子的黄血军大队就在21里边的红村烧杀抢劫，这时候派几个人上去，到底是帮忙还是送死？啊？我是不想让更多的人流血，乡亲们在流血，整个中国都在流血，大鬼子害怕流血，我不同意，流血的必须上去。 全歼敌人！张柳金同志，我是团长，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吧？我就问你，打仗的事儿是不是我说了算？你这是为战行为！别急，忙碌。 上将，到底上不上？上，我上。中了埋伏咋办？我负责，你负不了责。党内表决制度通过的任务，我就得负责。白一鸣先生，要死，我先死。我没让你死。 同志们，目标黄壮，全体奔袭，炮火前进。我才是汉中。团长同志，这是党委会决定的任务，请你服从党的决定。我再说一遍，目标黄壮，全体奔袭，命令者，军法同志，出发。 你们俩谁敢去？谁敢去？政委，那就是黄村，100多户人家，方圆50里，是最大最富的村子，都让狗日的给糟蹋了。传我的命令，北进攻！是。哎，等一下。 不大对劲啊，政委，咱们用不用派一个小分队进村里边探探风啊？几个伪军就把你吓住了，要是延误了战机，敌人就跑了。出发！是，出发！
站住！汉中国瓦良的好运还已害得什么的？我给你的面料扩大些了，都得是干。哈哈哈哈哈！我仔细批，交割过还是把它放开了。你走的还是你还是你汉子？张六军会带兵打仗和战争都扎堆了，老陈你瞅瞅。 二营和三营从两翼包抄，掩护他们进攻。赶紧的，手都痒了，赶紧走！哎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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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死，就不你害了，飞子，阿伯说，小勇，我来为了送他的大事来的时候，莫非话明明是你给那个了，不说话吓死你是要？我晓得，我的你杀个老个的，退兵，我的你杀个老个的，今天的干什么？啊，我们来怎么办？哎，什么正面一个人，阿伯。 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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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应该就在上面，咱就带着这些兄弟冲过去，没准还能抄着他的指挥所。 各有志气，身怀绝技，胜不带来，死不带去。人过一世，争一口气，有三有聚，勇闯天地，勇闯天地。来生这么好兄弟，一场英雄的相聚。
闯天地。